那肩部延时点，刚刚还有一个说他胸部侧面痛嘛，是吧？其实这些如果说哈，这种病哈，一般是蛮常见的，但是因为西医分科分得太细，他们自己连妇产科也处理不好。我上次有一期学员也是，他这里痛，这里也痛，这里也痛。那找他说，他们医院所有的医师都看，都该看的都看过，啊，没有一这三种病没有一种他们医院医师有办法处理。啊，结果这里痛跟这里痛跟这里痛，我揉一个肩部延时点，刚好怎么样？都管，所以我揉一个全部都好。那所以这我说过，医西医分得太细，也有一个盲点，有点见树不见林。好，您说您左边哪里比较痛？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这一块都会比较痛。就是昨天还更厉害一些，昨天连整个手都会发酸发痛，但是今天的话，就是主要是这个地方跟这里会比较痛。好，它这里有一个问题。这里痛要揉哪里？我说肩周炎如果痛后面，要揉哪里？这里，也就是这里要怎么样？对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这里出问题。但是他的侧胸痛是要揉这一条，对吧？好，包括他说连这里昨天也这里也在痛，那如果这一段也要揉这里，所以等于他即使现在不痛，这一条已经影响到他这里。还有这里，那这里的问题是在这里，那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这里也要处理，啊，这里是引子，又是本尊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这里也痛嘛，啊，这里可不可以揉？啊，对，引子本尊重复就可以揉。昨天我们讲过，引子本尊在哪里最容易重叠？啊，对，肩跟臀部这两个部位，哦，是最容易。好，那我们。趴着，我们来处理。你这个痛多久了？有，就是隐隐约约的话，就是有2年的时间，差不多。哦，也蛮长了哈。就是最近比较严重一点。是啊，哦，好，那您就趴着吧。左边嘛，哈，这里痛嘛，哈，那我们就把这一条按按看，这里疼吗？这一点呢？哦，这里就痛一点。好，我看你这一边呢，这里呢，不会。那这里呢？就是这个地方。哦，这也是这一点在痛，是吧？那他们两边都是这一点在痛，我再把它揉下来看看。啊，这里呢？可以吗？啊，这一边呢？哦，这一点就在痛。哦，所以他这个小个案呢，他这个不是很严重。这里呢？这里也痛。啊，这里呢？还好，他这一边就痛这一节，啊，这一边好像只有痛这一点，哦，下面就不会吧？对不对？你就这一点痛嘛，对不对？下面左边只有这一点痛，右边这一段，哦，这样就简单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揉开。放松。这里好痛啊，这样力道还好痛。好，那我再轻一点，这样呢？这样可以吧？哦，可以，好。所以每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啊，好。啊，这一边呢？这样可以吧？好，那你说左边这里也在痛是吧？好，那这一点我再帮你揉，这个怎么样？啊，这里也痛是吧？啊，这里呢？这里好一点。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不痛。哦，不痛，哦，那就是在这里，它只有这一段，哦，影响它侧胸痛的就只有这一段。啊，整个手没感觉了，这样呢，还可以吗？我跟各位讲，如果越揉
有些患者说越揉整个手没感觉，或是越来越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知道吗？热源不够寒，你们了解了吧？这时候就不用搭力了，这时候应该怎么样？甚至不揉，就直接改热源。记得哦，以后遇到你们以后一定会遇到，如果做个案做多的话，也就是一揉，患者症状马上更严重，那表示他怎么样？热源不足，不要再揉了，这时候改用内热源或外热源，懂我意思吧？要变通啊，所以他说手，那这个就不要，就是已经怎么样？他电已开关已经开了，但是人员不够，所以他整个感觉没有感觉了，或是没力了，或是麻了，那你们就要小心，这样就轻轻推就好了。那最好就是马上改热源，这样了解了吧？这种个案很好啊，所以遇到了一定要细心。遇到患者各种状况，尤其做一些，如果有人从事按摩的，这个一定会遇到。那有时候按几下，患者就更严重了，会把那个操作者吓呆啊。他接下来还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有时候如果又抽筋啊，那可能就送医院了。针灸有时候也会发生到一扎，结果呼吸快急促了，快停止了。医师会慌啊，结果有时候送到医院，西医在用什么点滴啊，或者是怎么样量的，有时候真的就救不起来啊。你不要慌，你这时候他就是人热源不足而已，就是我刚刚讲急救的过程，那个就是要怎么样，内热源跟外热源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样手还有比较好了吧？有哈，因为我轻轻的，我这时候我一听到哈，我就缩手了，所以这种哈细节上。你们没有学，你们就可能不知道，就一直在按了，这样会出事哦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了吧？哦，所以你看，我都用拇指哦，我是用这样在呼啊。你们有看到了吧？我一直用这样啊，那个力道很轻啊。所以学哈，一定要看细微处啊，这种细微处一定要学。这样是不是都蛮舒服的啊？这样手就不会。没有力这一方面的吧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一听到马上立即缩手啊，力道改轻，好啊。如果平常也可以赶快改热源，好，这个都可以。好，您这样可以了，您再起来看看。你平常应该也是属寒的，才会这样。没关系，先让他弄，才给他热源，先。刚刚没感觉，现在好舒服。现在好舒服了哈。嗯，刚刚这些地方都痛，但是现在一点都不痛了。一点都不痛了哈。那如果再热盐给他，他会更舒服。就这样，好，那不会不会。